好了吗？小鸡鸡，我们走，Let's go！Cute，哎，怎么又不行了？就是看不到你的那你们的话了。无所谓了，看不到就看不到。我先降降热，降降温。就是你们应该能看到啊，就首先这种柳株、柳叶的这种竹子，然后呢，还有这种小幼竹，就都到位了。所以说，吃的这个竹子这块，这个是小细竹，那种大粗的竹子没了。今天我们来看看这面，大粗的竹子它放了。我们看看天天后台看卡吗？告诉我一下。天天不在后面，应该在外面。我现在不卡了，好了，哇，等于这个数据是堆积的，它需要一段时间去更新的。天天的那个柳的那个竹子放在外面的，大家放心吧不卡了，OK。它上面这个写的是他们的这个硬盘已经满了，需要正在替换或者是上传，正在替换或者是上传，是上传。现在卡了。小弟弟，咱10点钟打人气榜啊！哎呀，你看这小竹子多嫩，这个竹子也不错。还是到处溜达溜达吧，开门了。我们要到这边来看看，这竹子是有一根黄的啊，是黄的，跟水帘洞似的。这里边有小饼干，小星星啊。学无止境说是直播吗？那得问问你自己，你问问你自己的大脑能不能分辨出来，这是像，好不好？问问自己。来了，小鸭小琪琪，嫩为啥不吃？我也看到了啊，饭你能天天吃吗？这个东西有时有会儿，它吃的时候你没在呀，非得在当着你面吃，
你又没怎么关心熊猫，你看它它就得吃，那你就常来看看吧，吃小饼干呢。谢谢。这么粗的竹子，哎呀，今天刚刚给大家展示完。我再给大家看一段以前丫丫的视频吧。我哪个手机里都有，我看看这里有没有啊？这个不经常带着，我觉得应该也有。没了，倒出去了，内存满了。天天在室外了，没在室内。这个、珠子可以，这个晾衣杆比丫丫的细一点，但是不太适合作为主食，知道吧？可这大脑袋瓜子，脑袋见大。我自己都没拍，我想找个位置好的地儿我再拍。有个大姐正站着那位置，我们也低一点看一看。走，谢谢 Hedy。他要玩这个绿的，仨没有他就走了，贼精贼精的。我的粉丝能拍到好好的，我就开心。
一会儿他就从这里再进来。嗯，不用担心。你看这些，这些竹子。好的。他还点点赞，来了，你 see？ He's gone. Oh, he's here. Come again. Oh, come back in. Yeah. Come back out. Every day. In and out. Yeah, you see the people, they leaving and they leaving. I know. He want more cookie. More what? Cookie. Oh, for, yeah, you see the orange one? Yes. Yes. Yes, because right cookie. Now, not too much bamboo shot. That's why. Oh, okay. Yeah. Do you know how many pandas are here? Right here, three. Three, okay. He, this one, the baby, the name Xiao Xiji. Okay. Almost 3 years old. Okay. The other side, the Tian Tian is the father. Okay. Right side is the mom, Mei Xiang. Okay. Yes. Yeah, this one outside is very... Keep eating. Yeah, keep eating everything. I think kind of a mom style. Okay. Yeah, you know, mom need more energy. Right. Before she gathered the Xiao Xiji, almost 20 days didn't eat nothing. Yeah. Yeah, 又开始当导游了。I guess they don't stay together. That's why. Few baby ask me same questions. Why the family didn't stay together? Yeah. I said business. Oh. Yeah. 你看，很多人都在问相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家人却不能在一起？No flashlight. Good one. No flashlight. They can charge you. Yeah. Yeah. Hey. Yeah.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at. Now mom won't help you. Oh. It's跟人说别用闪光灯，游客，人不知道。小，其实有时候小，对。Right here. Yeah. That changes your flash. Just make sure. 嗯，没事儿，不用，大家不用在意这些。谢谢关心。打大拇指没关系啊，没事儿，没事儿，大家不用太在意这个事儿。大拇指这个事儿咱别说了好吗？没事啊。竹子品种改量不够，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熊猫的整天的情绪波动不大，它们的比较单一，能量也不够。所以他们吃东西呢也就这么回事儿。我觉得更多的这只是一个，说白了这个饲养员呢就像是送饭的饲养啊，就是只是送饭的，没有陪护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在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没戴耳机，现在充电呢。有水喝，有水喝。
今天为什么不看天天？哪有为什么？我们看天天是你没在呀。落雪听蝉，天天没在室内。所以呢，他们陪伴的成分非常的低，也就是5%-10%的陪伴，其他都是送饭的。哇哦，窜上来了。所以没有互动，他们的内心呢，包括整个的情绪状态就完全。他在看那个门，啥也没有，他说。